对，我也觉得这就是可能我为什么就是喜欢跟姐姐谈恋爱的原因。哦，哇哦，跟姐姐，哇哦，My God！ 就是我觉得，姐姐可能杨晓琪说你直接报我大名算了，包容我。别的姐姐可能可以，杨晓琪。我。别的姐姐可能可以，杨晓琪。哎呦我的天！你会觉得我在拒绝你吗？不会，就是，我是觉得，如果是要真的要好好谈一段恋爱的话，这些事情都是得说出来的，就是不能，就是为了这个节目上了这个节目，就只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原因去谈一段恋爱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就是我也搞不明白。那如果我不提，你会找机会提吗？那就出了小步再说呗。你不要对我抱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天哪！那如果你要跟弟弟谈恋爱，我这音乐，这音乐真的了，我真的害怕的抱住我自己了。红哥一下有点，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面对。红哥，局促，真的，我都局促了这里。我觉得感情都是相互的吧。就是，我的感情观是两个人互相搀扶着走，搀扶着走，平翘舌不分了。看到自己尴尬的场面，就自己脚趾抠地就行了，脚趾抠地就行了。哎，我救命，能不能把这段删掉啊？能跳过吗？这一段？哦，这个是相当于是，我的一个兄弟队对阵北京大学足球队，然后。这里面其实还有两个中超的球员，哦，这么厉害，青春靓丽小美女三人组，粉色淀粉肠，粉色淀粉肠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说我是粉色淀粉肠，王哥像裁判，还坐下来等一会儿，他妈还没来，杨老师还没来，女主角还没登场。哎呦，立刻立起来，支棱起来 ！BGM 都出来了，怎么办？这儿就火了，屏都打开了，很开心。就其实前一天是吵架了的，然后我觉得吵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吵架归吵架，就是你在对方需要你的时候该做的事情你还是要做。然后他喜欢蓝色的话，我就买了蓝的。我到现场发现他是红队，对方是蓝的。支持，支持一个吧，你不会冷吧？啊？不会冷。在意昨晚的聊天，你没跟我打招呼啊？啊？不礼貌。我哪不礼貌？没理我呀，你这不那现在是他散发魅力的时刻，他要跟你打招呼就不帅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这么会说呢，刘老师？你怎么这么会说呢？这个条幅是妹妹买的，然后上面写的妹妹写的这个话，然后我们就跟着念的。感谢妹妹，谢谢妹妹不？谢谢不？这猴哥有一种这个孔雀开屏的感觉，就是看起来模仿球星，模仿球星。我王哥，粉头，王哥怎么这么憨？太可爱了，嗯，太可爱了，王哥。你平时有啦啦队吗？有啊，就是在主场的话会有我们学校的啦啦队给我们鼓掌嘛，加油。然后一般是去到我们的客场的话是会被骂得很惨的，说这种场面其实算是比较暖心的。也不看谁在下面。这就是你的绝对的主场，这场比赛
确实，确实。王哥怎么这么憨啊？好甜呐，甜的。我的朋友一起来见证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想躲在沙发后面去看。再者呢，我明天是六一儿童节，我想给小杨送你一句话，希望你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一直像这样，充满着对爱情的憧憬和专注，能够一直勇敢的去爱你想爱的人，勇敢的被爱。好感动、哦、猴哥有什么感想？不，我先问你当初被表白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喇叭怎么没递我呢？哦不，我现在递你，再说一遍。你可以再说一次你说的那个话。希望一直保持着像现在这样对爱情的专注，能够勇敢的去爱自己想爱的人，也能够勇敢的被爱。我觉得如果他当时喇叭给我就会说我爱的人就是你，我就会说我爱的人就是你。重新录，重新录，快点。现在有喇叭吗？但我觉得他的行为词就跟爆灯很像，就是并不是告白，也不需要一来一回的，他只是表达了他的心意而已。而对他来说，这个形式是对他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。对，就是每个足球生的梦想。那你之前知道会有一个我会喊话的形式，或者说你会猜到我会做什么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那天给他送花已经很给面子了。就没有想到他做了一件就是更给面子的事情。所以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么一场球赛？而且前一天我们其实才刚刚有过一些矛盾，你会不会连夜取消啊？是取消不了吗？不，就是因为没时间取消了，所以人都约了是吧？怎么说呢？就是，遇到矛盾就解决问题吧。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。就因为想等着你对着喇叭拿着喇叭对我说那句话呢。我觉得还好没喊。要不然太腻了，他有点太腻味了。那肯定表白夜就没我俩了，对，直接走了。对，还能提到哪个高度呢？其实我觉得，吵架最重要的是你要确认对方是否还是你愿意跟他磨合的那个人。对。然后不管是我送花还是他有这个仪式，都证明我们还是双向选择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。就是你要接受他好的一面，同时接受你们俩坏的一面的时候，他的态度跟他的方法。昨天你真的有点凶。啊？昨天你真的有点凶。妹妹的表情就是我们的心态。一起动。妹妹突然眼就睁开了。吃瓜现场。对。怒气。有闭上。关了。哎呀，睡不着一点儿。那句话，其实是让我不是很开心。啊，他在意是这个。对。好可爱呀！懂了，懂了，猴哥懂。又看，又在看。就是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就喜欢跟像你这种类型的小男生谈恋爱。你一定也会不开心的，所以你。你当时有注意到妹妹的反应吗？就我有注意到，我讲太多话。我太开心，然后妹妹就是没有什么表达。妹妹太可爱了，简直。其实我上车就是因为三个人坐车。我就想先让你知道妹妹为你准备了这些惊喜，然后也感谢一下妹妹，大家互动一下。但是我已经沉浸在我自己的那个快乐里出不来。妹妹退出聊天室了，给妹妹点一首歌，我应该在车底，不应该在车里。